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非常开心能够在这边得到一些来自我歌迷帮我热烈投票的奖项，还有来自咪咕音乐、中国移动的一些奖项。那其实对我自己来说，我觉得一天能够继续做音乐，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幸福的事情。然后我很开心，就是今天除了可以在这边见到热爱音乐的你们，还有非常支持我的歌迷们之外，今天我很开心，就是我的外公也来了。就是你知道，我分享给大家这个好消息，就是我外公有糖尿病，可是今天他一收到消息，我可以帮他拿掉门票，他来到现场，他说他去测这个血糖呢，他只有6.5，但是几年来最低的血糖，所以音乐的力量就这么大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恭喜。